其实甩到都是钢丝了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呢带着，对，我今天去带着我去百货公司买的眼镜，俊子的眼镜，它有分日用跟夜用呢，不是卫生棉的日用跟夜用哦，它有白天用的驾驶镜片跟晚上用的驾驶镜片。然后你看，像我现在戴的呢，就是白天用的驾驶镜片，而且它日用型的镜片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墨镜啊，在戴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把整个光都遮掉，那你在看东西的时候，它就变得整个都很暗，很不舒服。那俊慈的驾驶用镜片呢，它有个好处的地方就是，它让亮的呢变暗，然后呢，可是又让你的画面非常的明亮，它可以过滤呢部分的波长。它在看到红绿灯的时候呢，你的红绿灯都会看得特别的清楚，看到太阳的时候呢，不会那么的刺眼。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很喜欢改 LED 的大灯，那俊慈呢，就它可以帮你过滤掉远灯很刺激很刺眼的地方，就是眼睛很舒服，不会很疲劳。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长时间驾驶的时候使用的眼镜哦。重点是呢，它真的是彩色加 PGS 镀，镀膜是什么呢？